电鳗为什么会放电？电鳗是放电能力最强的鱼类，能产生足以将人击昏的电流，有水中高压线之称。电鳗的体内有一些像小型叠层电池的细胞，当这些细胞被神经信号激励时，就能陡然使离子流通过细胞膜，从而产生电压。电鳗的发电器分布在它们身体两侧的肌肉内，身体的尾端为正极，头部为负极，电流是从尾部流向头部，当它们的头和尾触及底体或受到刺激影响时，便会发生强大的电流。电鳗在水中放电时，电流会由水传递，因此它们不会电到自己。但是如果电鳗被抓到空气中，因空气的电阻比它身体的电阻更大，放电的话就会电到自己。